证据，敌军来势汹汹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多少兵马？之后来报，不下1万。准备攻城！空箭手准备。是，空箭手准备。 请进，放箭！再放！护城！诡计多端，既然东西拿到手了，没必要跟他们再纠缠。撤退！抓住人质！撤！丫头！驾！把我师妹放了！师兄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还想动手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！我去，这么大球给人！ 丫头，躲起来啊！我对付大球眼，快去！哼，大球眼，我来陪你玩。 长大了，比她还漂亮呢！啊，你好看，你好看，胆子不小，敢闯虫谷禁地，惊扰我的蚕。哈哈，姑娘，你确定这是蚕吗？少废物！你们跟敌族在一起，难道是敌族的走狗？你才是敌族的走狗呢！我们是谁，你管得着吗？是那个大蚯蚓先要吃我们的。哎呀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哎，姑娘。 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张君宝。啊，刚才是我们两个人遇到敌人，追到这里来的，没成想被你的蚕吃了个精光。擅闯虫谷禁地，本该惩罚你们，念及你们无心之过，你们走吧，下不为例。哎，姑娘，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了？江湖浩瀚，萍水相逢，此生未必再相见，又何必知道？ 师兄，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丑女人啊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反正你不能喜欢她，你得喜欢我。哎呦喂，又来！我告诉你，我一定等你长大了以后再说。哎呀，不嘛，你现在就要答应我。哎，大蚯蚓来了！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等等我，师兄。魏将军，魏将军，大人，此次回京有何消息？援军何时能到？援军不会来了。啊，大人，城外数万敌军，虎视眈眈，就凭我一邺城的兵力，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啊！10万火急，还恳请大人。没看到我在吃饭呢。 我去发赏银，再找目前义军，以封锁消息，不能让敌族知道我们孤立无援。是。愁眉苦脸干嘛呢？来，喝酒。君宝，你回来了啊？你师妹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你丫头机灵着呢。 哎呀，君宝，多亏你呀，才能守住邺城。邺城一旦被破，大宋就真的危险了。过了啊！哎呀，我说的是实话嘛。嗨，你武艺超群，要是不成就一番大业，那就可惜了呀。不如留下来和我一起征战沙场。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咱俩呢是打小一块长大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德行。 奔赴沙场，那不是我的归宿。你外敌连年侵犯我大宋，你就不想保家卫国吗？嗯，保家卫国靠你这个大将军就可以了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呢是个小人物，我呀平常吃点小菜儿，喝点小酒，练个小蛋，修个小仙。谢了，嘿嘿，走了。君宝，你别又拿修仙蒙我。 等我当上掌门，修仙成功，回来第一个帮你渡劫。师兄，我的钱呢？你要什么钱啊？你这么小，钱我给你存着呢。玩这个啊，又是风车。 小子，又来找我打架。今天没心情。哼，没喝上我的好酒吧？闻闻，这酒可好了。啊？哈哈哈哈。嗯，10年的桃花酿。哎！哎 酒啊！哟，疯老头，这又是什么招数？教教我！气走八脉，气化阴，前顶举邪，鬼域还身。这么快就得其精髓，是个奇才。但你无极派武功至阳至刚，我的招数。 至阴至邪，老头儿别蒙我了。人有正邪，武功还有正邪之分呢。阴阳两道，万法有律。有的人活在阳光普照下，有的人注定暗无天日。这武功不也是一个道理吗？哎，我呢，跟你们不一样。 我只信奉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不觉愁。师弟承认了。又进城了，是耳病之外，非他莫属。带他去疗伤。若无人再挑战，那满风就是我无极派掌门候选人了。还有大师兄啊！大师兄啊！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大师兄还没到呢。 香都快燃尽了。对，按我无极派规矩，满风师兄就是掌门候选人。师傅，大师兄还没来，不能算。都别吵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是大师兄。哎，大师兄来了。来了，在那儿。对。 大师兄，请吧，直接来吧。师弟，没摔疼吧？大师兄真棒！哎，哎，张君宝，这可是魔教的武功，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哎，这不一定是魔教武功吧？这是有点像而已啊。嗯，不一定是魔教武功，只是有点像而已。 就算是你不说，其实我也知道，你经常私入地牢会见魁天行那个魔头，还沾染如此阴邪的武功。长老胡说，师兄没练那个邪功。小丫头，你懂什么？哎，师父，容我说一句，我觉得呢，这世上的武功啊，根本就不分什么正邪，只要是心正，那就是正派的武功。张君宝。 还敢狡辩！亏得师傅对你如此信任，还将天机玄铁匣的钥匙给了你。掌门，这个逆徒沾染了邪气，如果他真的把那个魔头给放出来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建议把钥匙收回，将这个逆徒逐出门派。哎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自有打算。 君宝，师傅，天地正邪，善恶明辨，全面必参悟。想好了再回来，去吧。不是，又面壁啊！这一年都面壁8回了。长老，这掌门的事，回头再说吧。师兄，这…… 嘿嘿嘿嘿嘿，等我哪天当上掌门，那，嘿，哎，非把那洛山老头也关进地牢试试。嘿嘿，哎，哎，我钥匙呢？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出了什么事儿？请少主回来，自然是有正事。今天我为你介绍一位好帮手，他可以帮助我们光复神教。 你们竟敢与敌族贼人为伍，是把教规都忘了？少主，你们教主关在无极派地牢，被千机玄铁侠所束，没有这枚钥匙，谁也救不了他。我龙真人率领八大派镇守中原，始终是我们的一根心头刺啊！我们谈笔交易。 你如果帮我们铲除无极派，这千机玄铁侠的钥匙就给你了。少主，神教一直被八大门派踩在脚下，我们只有联合敌族救出教主，才能光复神教啊！是啊，少主，你们是什么时候？ 成了敌族的走狗，属下也是为了神教着想啊。是啊，少主，我们也是为了神教好啊。无用的棋子，就丢了吧。 自量力。就这么让他逃走了？他破坏不了我们的计划，中了我的十毒掌，他活不过3日。皇孙殿下，今后神教由您率领，定能重回巅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即刻血洗无极派，迎回教主。钥匙怎么就没了呢？这师傅知道了，不得面壁500年啊！嘿，什么名门正派，什么邪教，练练丹，喝点酒，嘿，喝完酒之后都是正派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不好好找钥匙，还有思过，又跑出来炼丹。 哎呀，炼完丹再找，疯老头也跑不了。9转镇元丹，咱们的赏银都在里面呢。我要不好好练的，咱们花了那么多钱，不是白花了吗？你不心疼吗？嚯！哎！哎呦！你看，终于练成了，拿到万宝阁，那些长老们肯定会买的。 咱们就能赚一大笔钱，拿着。嘿嘿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万宝阁卖给那些长老们呀。你呢，好好在这儿留守，看着仙炉，多练点仙丹。以后啊，师兄再给你买个更大的。啊，又是风叔。没错，你又猜对了。江湖知己千杯少，谁人不知？ 有诛仙，喂，大少爷，你怎么偷我酒啊？你主人呢？快回来！哎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嘿嘿。 酒壶，哇，真是好酒啊！是你啊！哎，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你那个大蚯蚓，他把我带到这儿来的。 你怎么中毒了？尸毒？你走运了，这是我刚炼成的九转真元丹，可压制任何毒性，吃了吧。中毒这么深，惹的什么仇家呀？姑娘，凝气聚神。 什么人竟敢擅闯无极派？你敢判断之地，生死无常，来长寿。是魔教妖人，别争！让我来帮你们改改阳寿啊！ 妖言惑众，上！师弟，好美味的鲜鱼啊！寒露清幽黄泉，阳寿已尽。去救你们的教主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了。 原来如此。 醒了，姑娘。看来咱们很有缘分啊。 谢谢你救了我。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这死了也太可惜了吧！你看我干嘛？我正在想，你应该如何报答我。那你想怎样？当然是想我们男人该干的事了。啊！哎，下来！哎呀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 我是说，你要陪我喝酒。好酒，来，啊，酒可是好东西，能解千愁。怎么样，好喝吧？来，你第一次喝啊？嗯。你那么喜欢喝酒？嗯。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，垂杨子墨。 洛城东，总是当年携手处。游遍方头。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与谁共？想不到这世上还能有你这么逍遥的人。哎，人活一世，何不逍遥呢？这个世界纷纷扰扰，我也能独善其身。可这江湖是张宿命网。 没人可以逃脱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，世间苦便是众生苦，你又怎能独善其身？哈哈哈，嗯。嘿，哎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我月儿。月儿姑娘。 请问何时我们再相约喝酒啊？但愿还能再见吧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，臭丫头？炼丹炉被我烧炸了。什么？哎呦喂！ 你看看，你又干的好事儿！谁叫你走了？我也睡着了。嘿，不是你这……气派阵前中。 看来今晚热闹了。好，教主。别急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奉弟子之令，死守地牢。师兄，我来护送地牢。一起上吧！天罡无极阵。 怎么还是这两下子？这几门弟子越来越不像样了。 12年，也不来看看我，这12年也没能消除你的戾气。天道运行不息，因果循环不止，回头是岸，归天行。我连岸在哪里都不知道，又怎么回头？ 怕是支撑不下来。你师父火龙真人不愧是武林第一呀，还能与我不相上下。还你钥匙，师兄，钥匙怎么在他们那儿？看看您师傅吧。师兄，师兄，等等我！师傅！师傅！师傅！ 师傅，师傅，今日一劫，不要难过，因为现在是无极派唯一命脉。拿上盟主令牌，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。只有保持正心，是天地所长，才能顿悟出真正的无极之道。 道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 师兄，师持久，这个风车送给你吧。你还记得这首曲子？爹，12年，好像过了一辈子。 女儿不孝，这么多年让爹受苦了。看来，通天龙蚕将你保护得很好，爹也就放心了。跟爹回神教吧。神教已经背叛我们了。敌族想借您之手，铲除武林，入侵大宋。只要能报仇。 我不在乎，我们幽冥神教一直被认为是江湖中的异类。12年前，我被8大门派围剿，你娘为了救我，死在了他们的刀下。10几年的仇恨。 已经深入骨髓，想放下，谈何容易啊！等一切都了结了，爹一定会带你离开的。爹，都起来吧！这12年，辛苦你们了。教主，只要能光复神教，属下万死不辞。擅作主张，与敌族合作，差点害死我女儿。这笔账，再找你们算。 教主，我们也是入心良苦啊。如今无极派已灭，其余各派必会联合起来将你铲除。我听说人是从你手里逃出来的，一群鼠辈。我们正好借此机会血洗8大派，剿灭中原武林。我的恩怨我自己了，轮不到你下命令。哼。 若是没有王子的相助，你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。人老要会服输，这个江湖已经不属于你了。大人，邺城一旦沦陷，敌人会长驱直入，10万火击压大人。 恳请大人再次回到朝廷，禀告战绩，求援军支持。长江水患，西南干旱，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，皇上彻夜难眠。你还想给他添堵吗？3日后撤军吧。大人，可城内的百姓怎么办？魏将军，想成大事者，必先舍小家，顾大局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这城就弃了吧。 林川，君宝，你来的正好。来，今晚咱俩不醉不归。来，今晚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喝它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联系八大门派，然后共同铲灭魔教。我特意向你来辞行。君宝，听说魔教已经与敌族勾结。 即使你联合八大派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不如你我兄弟联手，组织义军，先退敌兵，再出魔教。届时我们定能成就一番大业呀！那我师父呢？那我师弟呢？那整个无极派呢？君宝，你别再说了。你还记得吗？ 家乡河边的桃花树，立春的时候，师兄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就是八大掌门议事的地方，叫卧龙崖。珠宝哥，珠宝哥，小四，哎，胖小四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无极派不是颁发了召集令吗？我们墨家老掌门过世不久，又经营不善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掌门，我过来代理开会啊。 聚宝哥，节哀顺变啊！好了，知道了。很有派头啊，开个会爬这么高。嘿，各位掌门，无极派大弟子张君宝，特来拜见，今日邀请众掌门。 是为了商讨剿灭魔教一事。师兄，他们怎么都不说话？师兄，不对劲！这些老匹夫怕是回答不了你了。小子，你又帮了我一回，把他们都聚在这儿。 省得我到处找。12年的恩怨已经了结了，从此江湖再与我无关。小子，我又想喝你的酒了。呀！我要你的命来祭奠我的师父！这给你玩玩。 上次那招学得不错，回头再教你几招。师兄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小心！丫头，要你的命！小子，江湖就是如此，恩怨轮回，我们各报各的仇，无分对错。 何来正邪？放你的狗屁！后生可畏呀，小子有进步啊！小四，小四，爹。 爹，你是窥天星的女儿。师兄，你们两个认识？她救过我一回。我就知道她是个坏女人。臭小子，要是没有这个恩怨，做我女婿还真不错。小子。 知道深渊是什么滋味了吧？早晚有一天，我这条老命会给你的。过来，走。回天祥，利用你解决八大门派果然没错。 但是不听话的狗始终是祸害，王子不肯留你呀、啊。又是你，月儿，你先走，我来对付他。我倒要看看你的七煞诀和我的不是不死诀。 到底哪个更强？晕过来！爹，这个武功甚高，臭小子，他不是他的对手。哇！君宝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楚华，原来是你设计的引荐，没什么。 为什么？因为贪官，因为无助，因为背叛。君宝，你现在还有生的机会，我们兄弟联手，一起去改变这个天下。 做吧，好吧，那我们下辈子再做兄弟。我不要，别走。丫头，你醒醒！师妹，学行好了，我想回家。我带你回家，我带你回家。哎，师妹，师兄，我会死吗？你不会死了，你就喜欢不了我了。我会喜欢你的，师兄答应你，我会喜欢你的，好不好？你别人你喜欢的是姐姐。张君宝，世间苦，便是众生苦。你又怎能独善其身？你现在还有生的机会，我们兄弟联手，一起去改变这个天下。善恶一念间，生死求境界。君宝，你悟到了吗？ 一走八脉，玉气化银，前顶举邪，为物还神。水火相会，阴阳互济，原来如此。只有保持正心，是天地所长，才能顿悟出真正的。 无极之道。还没死！有其他人，看我战死！怎么回事？江湖到底是什么？为何像扯不断的丝线，越缠越紧，越陷越深？彩儿，你以后不用跟着我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自由了。推木之术，记在朽心。有你出谋划策，才能剿灭八大门派，为我扫清障碍。明日便可挥兵南下，直取中原。到时候，你就是我麾下第一员大将。承蒙厚爱，只可惜任人鱼肉不如我为刀俎。 你这颗用完的棋子，该弃了。丧家之犬，还想咬人？杀了他！双凤剑可不能乱用，会伤到自己。做不安我的，除了他们。 还有千户掌八大敌族高手，你身边的人都成了我炼尸毒的骨蚁。现在就你一个人坐在这里，很不安稳吧？别激动。 马上就能见到他们了。我会如实禀报王子战死邺城，可汗必派援军助我完成大业。看你们自相残杀，真是天道轮回！又来一个送死的。我来了解这一切的恩怨。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但你的功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。张君宝，月儿姑娘，江湖浩瀚，我们又见面了。 魏临川，迷途知返，回头是岸，收手吧。君宝，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。没想到你还没死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乃天道。天道。 你说的是天道吗？我奉命抵抗外敌，将士们奔赴沙场，没想到那些贪官污吏克扣军饷。我和兄弟们在边关挨饿受冻的时候，天道在哪里？外敌兵临城下，那些奸臣蛮信不报，援军迟迟未到，天道在哪里？ 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事。此乃自然定数。这个世界，没有谁能够主宰。那就让我主宰这个天下。你对付魏临川，其他人交给我。朝廷已经定了，灭叛才能重生。光靠他们能拯救得了世人？别自欺欺人了。怎么赢我？ 君宝，你何苦呢？咱们兄弟联手，一起推翻朝廷，到时候荣华富贵随你选。人生最难看破的是生死，最难放下的是得失。收手吧。你说的话真让人感动啊！ 现在血脉已经逆行，收手吧，要不然你会暴毙。我还没输。把你体内的毒都逼了出来。如果你再运功，将会经脉尽断而亡。我还不能死，我还没有改变这个天下。 每到这个季节，家乡的桃花该开了。林川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们再做兄弟。但愿那时再无尸横遍野。但愿那时天下太平，桃花遍地。宝哥，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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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哥，哎，志宝哥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啊？ 接下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忘记过去，随遇而安。你呢？我打算去一个没有江湖恩怨的地方。有吗？我走了。 不叫张君宝，啊？那叫你什么呀？叫我三丰吧。三丰。三座山峰，张三丰，嘿，真有意思。那我姓唐。 我的门派就应该叫做唐门。嘿嘿，哎，这不，三丰哥，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杀了你又有何用呢？只会增加彼此的仇恨。仁乃天下之标，义乃天下之治。如果想要长治久安，必先要和谐相处。你走吧。大限，而今天佑我教，谋得巴结玄珂之秘，至修罗生涯。来，把药分给诸位。 今日我修罗木与一统江山，与诸位共享不将之位。干！干！师傅说的没错，修罗木绝非善类。嗯，这些武林人士，怕是就是受这圣药所致。 修罗木主，一统八方，天助圣药，万寿无疆。好，我要去击穿他们。来者何人？张三丰。张三丰，这是张三丰，他就是那个张三丰，是张三丰。 张三丰，怎么，你也是来分得圣药的？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？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这是公然与我修罗木为敌呀！啊，是又如何？ 我倒要看看，你这八极玄盒里装的什么东西！速速告知你师父火龙真人，就说武林有难，记得出手相救。那你呢？我倒想留下来看看他修罗木还能耍出什么花样。速回。好。张三丰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 乡亲们，我今天想和你们说的是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，平等的人。师父，之所以能够……师父，天儿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三丰呢？师父，武林大会是个阴谋，三丰让我赶回来，把这个交给您，请您出山。 八极玄合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妙，你中计了！啊！乡亲们，今夜恐怕是在劫难逃，大家赶紧离开伏羲村，快走！快呀！ 师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故意放你走，就是要找到伏羲村，夺取真的八极玄合。假的？师傅，那我岂不是……只怪为师没告诉你玄合的事。阁下就是火龙真人吧？啊，修罗木。为了找到阁下呀。 我们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啊，让你费心了，是吧？那就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吧，啊！哼，你休想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杀！ 连城横出于世，城主习得万寿无疆功，炼制成了雪罗刹，荼毒武林。雪罗刹出没，难道修罗木当中有人练成了万寿功？当年三大高手合力铲除祸端，白蝎连城一夜消失，而盛典在战斗中被一分为二。天极阁的城主司徒皇心存邪念，将万兽神功独自享用，而圣典后半部分武将心法存放在八极玄河之中，由我太师祖伏羲真人保管。空禅大师掌握解河之法。 嫣儿，赶紧将这玄河送到龙门派。师父，啊，快！再不走，谁都跑不掉了。快！师父，快走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快走！师父，快走！千万不要让玄河落在修罗魔手中。师父，快走！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！参见义父，东西呢？火龙真人早有防备，孩儿差一点就拿到了。杀了这么多人，你还差点，是不是你太不中用了？义父息怒，是孩儿一时大意。不过，孩儿知道去哪里找回玄河。走，龙门派吧。火龙真人也找不到其他帮手了。义父英明，孩儿一定竭尽全力找回八极玄河。三佛他怎么样？暂无大碍。不过，三丰他身中歧途，贫道无能为力呀。我早就劝过他。 与我退出江湖，想不到还是出了事。青青姑娘，三丰他何尝不想与你退出江湖？只不过这天下风云攒动，这江湖又岂是能来去自如的？ 莫言姑娘，邱道长，三丰怎么样了？啊，三丰无碍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邱道长，伏羲村没了，师父他恐怕师父拼死救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这个东西，部落在修罗木之手。八指玄核。三丰，三丰，三丰。 伏羲村的仇，我一定要报。为何当年不毁了吴江圣典，任其祸害百年？这吴江心法乃是武学经典，毁掉岂不可惜？所以，才把它安置在这玄河之内。谁能想到，司徒王鬼迷心窍，他没毁掉万寿神功，现在。 修罗木也想夺取这玄河，他一旦得手，便会寻找口诀。口诀？什么口诀啊？此玄河，乃是天外云铁所制，坚不可摧。取得口诀，方能打开玄河，才能毁掉其中的宝典。据贫道所知，江湖上知道口诀的，唯有伽罗沙帝前辈。 伽罗沙帝前辈，他在哪儿？前辈他销声匿迹多年，恐怕一时也难以找到。三丰啊，你此时最要紧的就是把体内的奇毒给解除掉。可是，这毒连道长都……昨夜贫道看见百蛊千毒万古流在场。 如果是他下的毒，那全天下能解毒的唯有只有谁啊？五更留人，胡铁骨。胡铁骨，胡铁骨虽然遭万古流灭门，据传闻已逃过一劫，现在就藏在蝴蝶谷一带。师哥，今天这落叶也可有的扫了，可不是嘛，风这么大。 看看香炉里面火还冒不冒？ 玄河，快走！真人，那你呢？不要管我，快走！想走啊？今天没那么容易了。快走，走！真人，真人，别跑！真人。 就怪你太爱管闲事了！张三丰，把玄和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你妄想！他不小心！ 三丰，赶紧把玄哥交出来！我也考虑给你也留个全尸。想要玄和，下来去吧！啊！我早就劝他，与我退出江湖。 是出了事，亲切了你，来世我再与你退出江湖。你下去给我找，找不回来就不要回来了。参见义父，赵三丰带着玄和跳崖了。 义父息怒，老夫费尽千辛万苦练成万寿功，而你屡次失手，难道让老夫丧命吗？孩儿不敢。盟主息怒，云少主将张三丰打落悬崖，非死即伤。 拿回玄和，易如反掌。盟主，现天下能够掌握口诀之人，只有切罗刹帝一人。此人已经销声匿迹多年，当务之急。 先找到口诀为主。天上星多月多，和尚门前唱山歌。山歌道尽千般事，下山还俗欢乐多。啊！ 这荒郊野岭的，怎么躺着个人呢？死了？啊哦，还活着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师父常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我算是有缘。 东军不克，今天就拿你的人头祭我们师父。切磋比武，难免会有死伤。你师父没教过你，打扰别人吃饭，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吗？太狂妄！别再打扰我吃饭，掉的就不只是腰带了。滚！快跑！走走走，快走！ 哇，这么惊险，这么刺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。所以，至于你那位青青姑娘，青青不会有事的。嗯，你的这份自信倒是挺值得欣赏的嘛。对了，大师。 你知道蝴蝶谷在哪儿吗？蝴蝶谷，知道，当然知道，不就是有很多蝴蝶的地方吗？啊！你们也是修罗墓的人。他们的追兵马上就到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姑娘，你醒了。啊，姑娘，你别误会，我在河边把你救起，你的衣服全脏了，你昏迷了1天1夜，把衣服换上，回家吧。回家。 我是谁啊？我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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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 我是谁？我是谁？这里就是蝴蝶谷，一只蝴蝶都没有，还好意思叫蝴蝶谷？多谢龙姑娘带我来此，贫僧只是好久没来了，忘记了路而已。真是。对了，龙姑娘，你怎么会和修罗墓的人打起来？啊，家父生前深受胡老前辈大恩，蝴蝶谷被灭门后，我就一直寻找万古流报仇。 得知万古流入了修罗墓，我才……哦，原来如此。啊，对了，胡言、胡语、蝴蝶谷，留人、留神、留五更。可是，胡老前辈不是已经死了？你不会说我们大老远来，为了找一个死人吧？啊、胡老前辈。 在下叨扰了，在下张三丰，有事相求。哎呀，你叫什么叫？龙姑娘都说死了死了，你还叫什么？叫鬼呀你！这边快！张三丰，又是你们修罗墓的人，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谁敢上前？ 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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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大师，醒醒！大师，醒了，醒了。大师，没事吧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这是在哪儿？ 这，我们是已经死了啊！这是地狱，这是地狱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没有死了，死了啊！你打我干嘛？疼不疼？疼。疼就是没有死了。也对，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 没死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怎么是？我们出去，熊萝卜肯定在上面守着呀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们要被困死在这儿了！我们要被困死在这儿了！大师，你稍安勿躁。这井底下竟然有这样的暗藏，想必应该出口不止一个。哦啊！哦不会是有妖怪吧？啊！ 熟悉的味道，臭小子，你跟万古流什么关系？想必前辈就是五更流人胡铁骨了。你的毒马上就要攻心了，你要是再不说，那就等死吧。那这有什么好问的？肯定是仇人放的了。难道是朋友啊？朋友，朋友。 老夫当年就是与他以毒会友，才被他害得家破人亡，无家可归。前辈，万古流已臣服修罗墓，为非作歹。在下与修罗墓，与万古流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修罗墓，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前辈，你要是解不了这毒呢，就麻烦你告诉我们出口在哪。 我看你挺忙的，我们就不打扰您了。解不了，他万古流算什么东西？臭小子，看你武功修为还不错，解毒可以，但你得答应老夫一件事。前辈请讲，晚辈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所托。杀了万古流，大卸八块，剃头来祭。 你功夫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你怎么不去自己杀啊？我打得过他，还用躲这里？哦，也是。老夫中了那狗贼的毒后，藏身井底，无药可用，靠内功结合药力治疗。尚且苟活但是，武功解释。前辈，晚辈为民除害。 本就义不容辞。好，小子，你给老夫磕三个头。啊！我这磕完三个响头，你就是我胡铁骨的徒弟了。到时候杀他的时候，好让他死个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嗯。 好，三个响头一磕完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胡铁骨的徒弟了。研制的新药，听说手下无能，只能暂缓你的病症，却无法根治。参见叶父。 老夫一心培养你根修罗木，你连个张三丰都抓不到。将来接手天机阁，你何以服众？还无能。还是让天机阁出手吧。发毒魔令，让他无处可逃。 老夫已将你体内之毒完全根除。多谢胡老前辈。嗯。啊，多谢师傅。嗯。你们现在已经可以走了。谢师傅。你做的。嗯，我怕你吃不惯这里的东西，就试着做了夏东营的食物，快坐下尝尝。来，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还不错。厨房还有，我再给你拿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还有点事。哎，你都还没怎么吃呢。 我们已经沿河找了一路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也许青青姑娘已经早就被人救走了。但愿如此吧。这样，我们再分头去城里打听打听消息。好吧，走。 你为何一个人漂泊中原啊？为了我这把刀。刀？我毕生追求至高武学，在东营已无对手。听闻中原武林高手云集，尤其有一位叫张三丰的人，想找他一决高下。张三丰。 对了，姑娘，你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了？不记得了。那就叫璎珞吧。璎珞，她远行，半步一思念。来年春，璎珞。是归期。璎珞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看什么呢？这么着？哎，让我看，这是谁呀你？ 哎，小哥，你有没有听说有人在城外河边救过一个大概这么高的姑娘？啊，谢谢。那边贴了什么同盟两，说你70烈子，整金1000两呢。你怎么这么值钱？1000两黄金呢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 不好意思啊，这就是张三丰。我与他也素未蒙面，但传闻张三丰是位侠士，怎么会做出欺师灭祖的事来？闪开！啊，龙翔。 护好大师，过去看看。张三丰，你可知罪？真是可笑！少废话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他就是张三丰，果然厉害。青青，船家靠岸！哎，好，客官，别急，这船怎么能说靠岸就靠岸？等会儿，快，靠岸！青青。 春家，张三丰疯了！哇，什么时候了？我们跟着你被人砍，你却还在惦记女人？我看错了，他怎么会跟东瀛人在一起？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 璎珞，你先回客栈。你要去找张三丰？等我回来。你小心！那女的谁啊？那女的不是张三丰的相好吗？确定啊？难道你没看错？她那是在龙门后山跌落悬崖，现在又跟个东瀛人在一起。天机阁为何会发土魔令通缉我？难道是修罗木在从中作梗？可是，你一会儿修罗木，一会儿天机阁，和你们在一起，风险太大了。贫僧失陪了。哎，不进大师，难道贫僧没有说对吗？施主，贫僧求求你，放贫僧一条生路吧。 不是，在下只是想问，大师知不知道伽罗沙帝前辈在哪儿？谁？伽罗沙帝前辈啊！哎，大师你这是为何？张少侠，你要害就happy僧吧，别去找我师傅。师傅他老人家年纪大了，经不起你这折腾。大师，切罗沙帝前辈是您的师傅啊。大师，在下有要事相求。你找他滚！ 是刚才岸上的东瀛人。我与阁下素未谋面，不知阁下找我何事？柳生百惠还记得吗？看来，阁下是来寻仇的。不，只是你击败了他，我就需要你来证明我的天纵13刀。 既然如此，我与阁下无冤无仇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阁下，请回吧。张三丰，你为何只守不攻？难道是瞧不起我吗？我只对武林败类出手。看来你也不是什么欺师灭祖之人。对了，刚才和你一起在岸边的那个姑娘是谁呀？你说的是璎珞？璎珞。 看来真的是我看错了，张三丰，我正式向你发起挑战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等你办完事情，认真打一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张三丰啊，张三丰，杀你的人都要排队了。 璎珞，璎珞，走！放开我！快点！ 放开我！使点，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记住！师傅隐居山林已经几十年了，早就不过问武林中的是是非非了。在下不是想请前辈出山，而是想打听八极玄合的口诀。什么？八极玄合？那玩意儿已经害死很多人了。贫僧可不想害师傅。伏羲，龙门。 若是再也得不到口诀，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因此丧命。人有三急，人有三急。修罗木胡作非为，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，二者若是狼狈为奸，武林必遭大难。大师，看在天下百姓、黎民苍生的份上，我想前辈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。你们东瀛人性子怎么都这么急啊？不是说好改天的吗？这次封。 八极玄合口诀交出来！你要八极玄合做什么？那个和青青长得一样的姑娘，张三丰，你疯了？只是长得像而已。你刚才还说天下百姓、黎民苍生的，你不会拿玄合去救一个东瀛人吧？瀛洛不是东瀛人。 那天我在河边把他救起来，醒来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河边是青青，一定是青青。青青她还没有死。你如果真的在乎她的话，就拿着玄合和我去天际沟换人。可我还没有得到口诀。等一下，如果那帮江湖败类拿到玄合没有口诀，他们就会去找我师父啊，那我师父就会很危险的。正是。 哦，如果我要带你去找我师父要口诀，那他们就会继续追杀你，那师父就安全了。大师机智。天际阁守卫森严，要想救青青，不能硬闯。师父就是没能得到无疆心法，才暴毙而死的。主公的伤情越来越重，我本应该竭尽所能研制新药，只可惜有那个女的在手上，像张三丰那样的人，哼，他不会不管的。 前面就到了。师傅，还带了客人回来呀？晚辈张三丰，见过前辈。参见前辈。 是来问口诀的吧？除了这个，世间还有什么事儿能烦到老衲呀？前辈，武林有难，还望前辈出手相助。师傅，您这是？ 施主内力沉稳柔和，实乃正气坦荡，非狂傲暴烈之辈。多谢前辈警醒。施主，可否借手一观？有劳前辈。40年前，司徒王弟子天机阁的下尊主修炼万寿神功。 老衲便意识当年司徒王前辈并未能将圣殿销毁，于是便隐居山林，这一退便是40年。最后下尊主走火入魔，暴毙而死，老衲也倍感愧疚。八极玄河口诀，习得无疆心法，修炼世间武学，便事半功倍，犹如驰骋无疆之域，随心所欲。至于施主舍命救人，还是毁掉心法，施主要三思啊。师父，你怎么知道要去救人呢？ 施主若不愿冒险，何不当着老衲的面把心法销毁掉呢？张三丰，孰轻孰重，你可要想清楚。不颠。既然施主心意已决，我等亦不必逆其意志。是，师父。 多谢前辈信任，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。阿弥陀佛。不颠，师父，来这栖霞山也有10年了吧？有10年了。如今为师如释重负，咱们 也该出去走走了。哎，师父，多谢前辈，好自为之。龙姑娘，此行天机阁凶多吉少。 姑娘不必冒险了。修罗墓与天机阁联手，你就不怕吗？在下有非去不可的理由。那个玄河里真的有无疆心法？姑娘说的不错，确实应该打开验证一二。甲乙东方木。 更信悉数尽，中央戊己土，人魁北方水，道行神鬼境。无疆心法，为了那个白青青去天机阁冒险，真的值得吗？ 你是怎么知道青青是被关在天机阁的？昨夜东军不克来的时候，你并不在场，是谁告诉你的？难怪你说你父亲受胡铁骨前辈大恩，可是见了前辈，你却只字不提，莫不相认。看来你也是冲着这个玄河来的吧？啊！你也是天机阁的人，哼！属下遵命。兵不厌诈，只怪你太大意。我今晚自会上天机阁，你们为何还要费力？三丰兄，与其你自己送上门，不如我们亲手拿回玄河根口诀，好回去跟我义父请功啊！杀了他！啊，小妹。 口诀呢？口诀我已记下，还是我小妹聪明。杀了他！ 参见义父。授神功，无章信法。待老夫攻城，据武陵攻下黄都，左右中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一统天下，万寿无疆。这次你们两个没让我失望。起来吧，谢义父。对了，那个张三丰回禀义父，阻击张三丰的人无一归还。盟主大可放心。 白青青在我们手上，谅他不回不来。好，老夫练功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扰。孩儿明白，请义父放心，儿媳弟将张三丰碎尸教场。青青，三丰，你们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，给我把青青放了！张三丰，你现在没有谈条件的筹码，不如拿你的命来换吧！啊！不要！也好。 想为伏羲村、龙门派讨个说法，是。白姑娘，看着你心爱的人就要死在你的面前，你一定很伤心吧？老夫怜香惜玉，这就送你上路。 现在安全了，谢谢。你是三凤的朋友。我是璎珞的朋友。璎珞。 英雄出少年呀，张三丰，不如随老夫一同攻下皇都，坐拥中原。老夫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荣华富贵？那些被你残害的武林同道、伏羲村、龙门派的账又怎么算？ 就要你血债血偿！不识抬举。 老夫就让你尝试一下。 武将心法。 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。张三丰的命是我的，谁都没有资格拿。 太极拳有那么点意思，有意思的还在后面。哎！ 天下就是老夫的了！我要坐拥中原！适才与施主对掌。 发现施主练就了一套精妙的武学。啊，前辈，那是晚辈自创的太极，其中原理奥妙无穷，可惜晚辈不才，举步不前。太虚乾坤，阴阳两极，妙哉！妙哉呀！啊，还请前辈多多指教。物极则变，变则化。 即是归零，亦是重生。重生，元气未分，混沌为一。听，这身后的飞瀑。太极之力无处回旋，犹如飞瀑之力刚猛有劲，却无处散。 落入静水，重生无极。重生无极。教义，最终傲决。 掌心法，100年前的东西，过时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万寿无疆。白骨千毒万骨流，谁？我师父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你师父是谁？胡铁骨。胡铁骨。 青青，张三丰，1个月后铁之山见。 自多烦恼，小今朝戒醉了，醉里寻梦知多少？一直到热寂寥，情债四海难逃。入红尘正大道，一步江湖万人摇。一仗绝代天骄，乱世红尘似刀出鞘，切断了你的微笑。江湖风雨中飘，一生。